始之前，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清大生科系的专任助理教授庄永仁，那目前是隶属于生物资讯跟结构生物所。那么从这个礼拜开始，我将为大家 cover 从Chapter 14一直到 Chapter 21，这几个章节。那么今天的第一堂课，虽然一开始就有人开始打瞌睡了。那么我会花多一点时间让大家来熟悉我，那我也想办法来跟大家了解说你们在过去已经半学期的学习上碰到了一些可能的问题，跟我认为一些有效的一个解决方案啊。那么我上课的方式是，你可以随时举手打断我都没有关系。那么我也是希望说，你们真的能够在这未来的这五周里面能够透过我们的这个讨论还有这个报告，然后真正学习到有关于生命科学的一些重要的概念。好，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 Chapter 14。 那么开始之前，跟大家先沟通一个可能大一学生最常碰到的问题，也就是英文。那根据我自己的了解，你们过去如果是第三类组已经修过生物的话，那么你们本身已经都应该都学到所谓的 transcription 跟 translation， 就是基因的表现跟蛋白质的制造等等。那么到目前为止，很大的一个问题反而是限制在你们把中文换成英文的这个部分。那基于这个原因，介绍大家两个网页。那第一个是在学习英文的时候，我会建议你们不要用英汉字典，而直接用英英字典。在网络上有一个免费的一个网站，叫做 www.dictionary.com。 那虽然刚刚这个连线有点问题，那我直接就已经打一个 gene 下去让大家看。那你或许可以在后面可以看到说，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喇叭的一个状态。那如果你把滑鼠移到这边去点它的时候，它会有真人发音，而且是 native 的 English speaker 发那个音给你。那以此为例子，那么开始就跟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发音，就是你们现在用的课本那个 CMMPBLL 这怎么发音。那有人会念成 Campbell， 那其实如果你用这个网页去看的话，它正确的发音是 Campbell。 来，请说。哦，好，所以你们可以试试看，就是把像 Campbell 打进去，然后就让它这个按这个发音，但这个是非常直接而且是不用钱的哈。所以跟大家特别介绍这个网页。然后第二个是，有的时候你就算是找这种所谓的你自己的那些随身携带的字典或是这种网络字典，你还是查不到一些专有名词怎么办呢？那就第二个网页，它叫做 onelook.com。那这个地方如果你打入 gene， 你可以看到说一下子就秀出27个 entry。 那这个27个 entry cover 了27种各种不用的专门或是普通的字典。那我还没有碰过我找不到的专有名词，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跟大家介绍这两个工具学习英文。那第二个呢，其实在你们花钱买这本厚厚的这个书的时候，你们同时也买了一个 license。 那我不知道过去李老师跟姜老师有没有给我们介绍这个网页。好，那这个是糟糕，我拼错了。好，那个修正过来，那它就是 www.coursecompass.com。 那么你的书本应该有一个密封的一个信封套，里面会有一些密码跟那个注册的一些资讯。那如果你在这边 login 的时候，从 student 这边点进去，其实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很珍贵的一些 information 跟资讯。那么我先跟大家讲一个，就是 MP3， 他在那边有美国都是非常有名的科学家，然后他会用就是像读书稿的方式念一篇文章。那第一个文章如果是 chapter 14的话，就会提到有关于像基因遗传这种概念，那它就可以放到你的 iPod 或是你的随身听上去听。那它那个字是照字读的，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心而且有这个机会的话，到这边 download 下来，
那么你可以就放在你的耳机里面去听它，然后边看，对你的英文非常非常的有帮助。而且这个网页里面它还会有一些教你怎么看字根跟那个字首的一些 information。 那么我先开一个例子给大家看，比如说在这个网页上它就有这样子的一个information 供大家在念英文的时候学习。来 ANEU， 那其实这些都是所谓的拉丁的一些字首跟字尾，那它就告诉你原来 ANEU 或常常我们翻成 annual 就是所谓的 without， 就是没有这个意思。所以你只要看到如果说有 unemployed， 那我就知道这一定是后，虽然后面这个字我不懂它什么意思，前面一定就是 without 的意思。那 anti 就是 opposite 相对的，那 capsa 是 a box。 像这些字根跟字首是非常非常好用。那么我或许等一下我会把这一个档案就先给助教让他上传到网页上。所以如果你有真的是想要把你的有关于在这种所谓医学或生物领域上想要增进你自己阅读的能力的话，这些字根跟字首的这些记忆我会是非常强力建议的。好，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网页上面它也有相当多的所谓的online 的一些 education 的一些小游戏，甚至是一些 online lab 可以让你去练习。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强烈建议的一个学习网页供给大家参考。那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正课的一个陈述。在过去这半个学期来，那经由李佳伟老师跟焦传兴老师，我想大家都已经建立了一些所谓的基本的一些生态生命现象。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就真正要跨入比较分子的层次，也就是所谓的 gene 这个状态。那么一开始这个基本的概念，任何一种 cell 不管你是动物还是植物，那中间会有一个储存它遗传基因物质的地方。那一般而言如果是一个 eukaryote 的 cell 来讲，我们就说这是一个nuclear 一个细胞核。那细胞核里面如果以人类来讲，你就有23对的 chromosome， 从第一对到第22对，还有一个 sex chromosome X 跟 Y。 那把它拉长之后你就可以看到所谓的 double strand 的这种所谓的nucleotide 的一个 sequence。 那在这个 sequence 上面就由四个基本的 nucleotide acids ATCG 组成的各式各样文字码的一个序列，而这些序列就会组成所谓的 gene 基因。那么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是经由100多年将近200年的研究和发展到我们今天这个地步。那现在这一天这一个章节呢就要带大家回去最原始，也就是孟德尔的时代，来看看那个时候的对这种所谓基因跟遗传的概念是什么。好，那我们就开始来看第一个名词 the passing of the strain， 就是我们怎么把一些性状从上一代遗传到下一代来。那么在1800年初期的时候，那个时候记得哦，我们没有基因的概念，我们也不知道有 chromosome 这种东西。那么很多的科学家们就猜想说，我怎么样来解释这种所谓的遗传的这种性质，就是像儿女会像你的父母这样子。那么有一个理论就叫做 branding 的一个 hypothesis， 主要就是把像基因想象成一个你在玩桥牌一样一个 deck of cards，那这个就把它叫成 deck of gene。 那从这个牌子里面你就抽出几张牌，那换句话说你就抽出几张基因来，那你就像色彩一样把它 blend 在一起。那换句话说，如果说你以绿色跟紫色相对应的话，那中间的颜色就会是你最后的结果。不过很明显的这个理论是不对的，因为如果这个理论是对的话，经过千百年来的演化，坐在这个教室的人身高体重肤色智力就应该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因为我们都是加起来一除二，加起来一除二，所以这个 hypothesis 在当初虽然被提出来有人接受，不过现在是不正确的。那接下来呢就有新的理论被提出来，那就所谓的 particulate 的 hypothesis。 那在这个地方就要提醒所有的同学，你们在回答的时候记得一定要拼对，不要把它拼成 particular。
好，所以 particular 的意思就是散粒、散开的粒子这个样子。那么这个 ID 主要在说明的呢，就是说，哎，基因呢或许是一个 discrete 的一个 helper 的一个 unit。那 discrete 它是离散、不分联的意思，而这个 helper 能够遗传下来这个单位跟所谓的这个基本的这种特性，后来我们就知道它叫 gene。那么这些特性跟性状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呢？那当然就要提到这个人啊，孟德尔。那 Mendel 呢，他就 document 就是记录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所谓的有关于 particulate 的 mechanism， 如何发现的呢？就做了他著名的实验，就是所谓的 Garden P。 那么这个就是你们课本上的这个孟德，他手上拿的这个就是 Fuchsia 啊，是一个倒吊的这种吊钟花。那在这个地方呢，再跟大家讲一个英文上发音的一个问题。那孟德的全名是 Gregor Johann Mendel。 那如果说你在看书上把这个当成是一个形容词或是一个理论学派的时候，这个字就要变成 Mendelian， 好，所以不要把它念成 Mendelian， Mendelian 是不对的，正确的发音是 Mendelian。 来，全部人一起念一次Mendel， Mendelian， 记得哦，好，因为这个你们以后在念这个的事情的时候，常常会出国之后人家说什么 Mendelian， 他们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好，那么回到刚刚提到的这个 Garden P， 所以呢 Mendel 他就借由所谓的 Breeding Garden P 的方式找出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所谓的 discrete 的这种所谓的 hypothesis intended helper 的一个 unit。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你们其实都已经知道说这个实验怎么做，可是如果你能够在这个时间退一步，然后来想，如果你是 Mendel 的话，那你要怎么设计这个实验呢？那其实这个地方就会是跟你高中所学习的课程不一样的。那么你或许就能了解，在这个未来的这几个章节里面，很多都是在提他怎么设计实验这个概念。那我一样，我觉得要强调的是，你就要思考说，如果你是孟德，那你今天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你要重做这个实验，你要怎么设计它？好，那么开始又是英文课了。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一些特殊的名词跟说法，一方面来 review 有关于孟德所做过的实验。那第一个，你在做实验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从以前的定性式或是描述性的实验开始，要进入所谓的 quantitative， 你要定量它了。那在这个定量的过程之中呢，你就要猜想说，哎，我今天要做实验，我要的实验材料是什么。那么这么多的生物、动物、植物，所谓的细菌等等，为什么孟德他就是挑上这个 Garden P 呢？他运气好吗？倒也不见然，因为这是跟他过去的训练有关系。他非常的喜欢植物，他跟这些植物花园里面的东西是最认识最深，也最深刻的，所以他就挑这种所谓的 Garden P 来看他。那为了要定量这种实验，你当然就要找参数，你要把这些参数设定好。那么参数它找的是什么呢？那第一个名词 characters， 那这个 character 意思就是 distinct helper 的 future。 我在遗传的过程中，我有哪一些 character 是可以被我定性而且定量的计算出来？譬如说它选择的就是花的颜色。那第二个部分呢，这一些所谓的参数还要有变异性，所以就有所谓的 character variant。那这个时候花的颜色可能就有各种不同，他选择的就是 purple 跟 white， 紫色或是白色。那这样子呢就叫做 trait。 所以 character 代表了 distinct helper 的一个 future， 而这些 variant of this character 我们就叫做 trait。 好，再来，那既然有白花、红花，那我们怎么样让这些不同的花色的这些Garden P能够让你去做实验呢？你要改变什么条件，或让它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实验状况，而且是你可以控制的？那孟德尔呢就决定 mapping，
所以他不是去解剖，他不是去做切片，他选择把红色的紫色的这种 garden pea 跟白色的 garden pea 进行交配。那好处呢，就是每一个 garden pea 都有所谓的 sperm producing 的 organ， 那这个地方就是雄蕊，那就另外一个新名词叫做 stamens。我再讲一次 stamen。那一样，它的雌蕊 egg producing 的 organ 就叫做 carpel， carpel。所以 stamen 跟 carpel 就分别的对应了它在实验中的一个两个特殊的一种来源。再来，怎么样把这个 egg 跟 sperm 碰在一起呢？它用的方式就是所谓的 cross pollination。那我想所有人都知道，他就拿着这个毛笔，这样一根一根的点雄蕊跟雌蕊 ，cross pollination， 好，就交互的一个授粉。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定义了他这个实验里面，记得哦，它是一个 quantitative， 然后他把他的参数定义是 character， 像是花的颜色，而这些 trait 就是这些 character 的变异，有花色、紫色跟白色。那他的实验的方式就是交配。那他从 stamen 也就是雄蕊以及 carpel 雌蕊上分别拿取他的花粉起来，去让另一只花来受精，那这个过程就叫做 cross pollination。 那做法就是这样子，所以很简单，再来一次，你取出 stamen 放到 carpel 上，那用毛笔来做 cross pollination， 然后最后再看这些花的颜色是怎么样的改变。然后在这个地方又有两个新的名词出来了，那么原先的这些所谓的附带，那英文怎么说呢？就是 paternal 或是 parental， 一般而言是 parental 的一个 generation， 那我们就是用这个 P 来代替。那如果子代呢，哦，你不是用 son 跟 daughter， 而是用另外这个字叫 filia， filia。 所以Parental 就代表的 P generation 附带，而 filia 啊 filia 就是有关于子代，用 F 来代替。所以你看到 P 跟 F 就知道这是一个是附带，一个是子代。好，那么做了这个实验，它已经有一些结果了，那它就要开始想一些所谓的 experiment variable 跟 parameter 来做更进一步的分析。那他怎么想呢？他就决定说，好，那我就追踪这些花的颜色，但是我用的逻辑是很简单的 either or。 那这什么意思呢？我就是把这些紫带的这些花非白即紫的把它二分法分开来。那这在做实验上是非常重要的，好，记得哦，因为这个只有这样子二分法，你才能够比较有效的去分析你的一些有关于刚刚这种追踪这个genetic trait 的一个问题。同时呢，他也很小心的去挑这些所谓的 parental 的 generation 是 true breeding， 就是它是纯种的，就是这些纯种的白花，它如果之间彼此交配，一定生下来就是白的，而紫花就一定是紫的，而不是说它中间已经有一些混种过的这种所谓的基因混在里面。所以这些重要的所谓的 precondition 以及所谓的 analysis 的一个 protocol就是在这里被展现出来。再来一次，一个所谓的 思考上的一个做法是他用 either or， 非白即紫，而不是说，哦，我把一个 scale 从零到一，最白的到最紫的，这样子把它拉开来。然后第二个是 true breeding， 完全都是纯种，白花的附带一定会有白花的子代，如果他们之间互相交配的话。好，那么在刚刚提到的 cross pollination 的一个状况之下，如果你把一个白花跟一个紫花的 true breeding 的这种所谓的 parental 的这种 generation 混在一起了，那就另外一个新名词出来，叫做 hybridization， hybridization 杂交。所以再来一次， true breeding 的 parent 我们先定义成 P generation， 而这些 hybrid 的 offspring 那我们就定义成是这些P generation 的 F1， 就是第一代的子代。所以当第一代的子代开始在彼此自行做所谓的 自相授粉的 方式出来的时候，那 F2 的 generation 就出来了。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
结果，而且它发生了什么。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当 Mandel 他 cross 这些刚刚提到的这种所谓的 contrasting， 就是非白即紫的这些所谓的 P generation true breeding 这种white跟 purple flower 的时候，他发现所有的 F1 就是第一代通通都是紫花。可是把 F1 之间彼此的做交配的时候，他就发现哎，开始有一些白花出来了。而且很有意思的，孟德也发现说，这有一个特定的比例，也是你们现在都知道的 3-2-1。 那也就是从这样的观测里面，他开始引导出第一个 law， 叫做 law of segregation。 那我们就来仔细的看看这整个实验跟所谓的 law segregation 是怎么被引导出来。 Again， P generation 记得是 true breeding， 非白即紫彼此交配产生的 F1 就是子代的第一代，是 hybrid， 那很有意思的，通通都是 purple flowers。 然后 F1 之间在彼此的做 cross pollination 的时候，他就发现在 F2 就有3:1的这种 purple to white 的这种子代 F2 出来。那这种所谓的分隔开来而且有一定的比例，也就是孟德所提出的一个第一个 lawof segregation。 好，那么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 hypothesis 跟这个所谓的引导，所以他在做什么呢？其实就是你们在做实验里面的这种所谓的 data analysis 跟所谓的 interpretation， 你要怎么去推想它。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观察了所谓的 parental generation 跟你的 filia 的一个 generation，他就发现说啊，那这些第一个 F1 所出现的这个紫色这个紫，那一定是一个 dominant， 就是一个比较强势的 trait。 因为唯有这样子的解释，你才能解释为什么在 F1 里面你找不到白色的花出来。那么如果已经知道说原来花的颜色可以让你辨认出所谓的 dominant 跟所谓的 recessive 的一个 trait， 紫色跟白色的话，那这个 Garden P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征也可以做这样子 trackable 的一个 heritage union 呢？所谓它的 trait 呢，当然有六种其他的这种，不管是它果实的大小、颜色有没有皱褶、花色等等，哦，通通可以被单一的挑出来分析。那 Mendel 呢，就把这些所有的这些特殊的 trait 就通通叫做 heritable 的一个 factor 来调控，而这个当然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所知道的 gene 基因。所以在过去的这个几张 slide 里面，记得我要强调的是这种所谓的思考上的一个逻辑上的一个推演。那就想象说，你如果是孟德，你会不会这样做？或是说你不这样做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新的方式或新的实验材料来找出刚刚提到的这种所谓的 segregation 跟 dominant recessive trait 等等有趣的一些principle of life。 好，再来就介绍了他提到的那些 trait， 包含花色、花的位置到底是长在这个枝干的顶端呢还是侧面，那你的 seed， 你这个豆子的颜色是黄色是绿色，那它的形态是圆的还是皱褶的，那这个豆荚到底是鼓起来的还是会有这种所谓的波折，那 pod color就是这个豆荚的颜色是不是就是绿跟黄，那这个花干花茎的长度是长是短。所以他找出了这些所谓的刚刚提到的这种所谓的 trait 出来之后，哇，这里面的做的东西就相当的复杂了。不过在这个地方我们还是回到刚刚的所谓的 law of segregation， 你可以看到用刚刚我们提到的实验方式来做，所有的这种 F2 的 generation 它这些特定的这些所谓的 trait比较 dominant 跟 recessive 通通都是3:1，所以这个是我们刚刚提到 law of segregation 的意义跟它的精髓所在。好，那么接下来已经睡着了，我就让大家看一下我实验室真正在做的一个东西。我的实验室目前是跟国务院合作建立了一个所谓斑马鱼的一个核心设施，所以孟德的实验我们一样还是在做的，人家200年前做的实验我们一样在做。那我们的做法是什么样子呢？
因为 zebra fish 这个模式生物可以供给我们做很多有效的这种所谓的疾病模式的建立。那么如果你有一个模式生物，你把它变成透明，哇，那如果说它的今天它肝脏有肝癌，或者是说它的血管硬化有病变的，我就不用像老鼠一样，我要去 sacrifice， 我要牺牲杀掉它，把它肚子打开我才看得到。因为如果是透明的话，我一眼就可以看进去了。那这怎么做呢？我们的做法就从中研院，我们获得一只很珍贵的鱼。那这只鱼呢，它本身没有 irritable， 它这个 irritable 的意思就是红光，彩虹的红，光线的光，就是有时候你们在吃鱼那个鱼肚那些银色的这种色素，就是 irritable。那这个鱼是没有的，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特殊的 trait。那在这个地方呢，这只鱼它是一个白化的鱼。它没有 melanocyte， 就是黑色素细胞，所以把一个没有 irritable 红光色素跟没有一个黑色素的这种所谓的两个 parental generation， 我们 cross 一次之后，我们就得到所谓的 F1。 那这个 F1 很有意思，也跟刚刚的豆子一样，通通都是 wild type。 那 wild type 就长得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再把 F1 彼此再去做交配，咦，我们就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 trait 出来了。比如说原来的 no melanocyte， 原来的 no irritable wild type， 甚至是一些特别，你看它的斑纹的不见，还有我们最终目的要的这个鱼。那这些鱼呢，你如果仔细看的话，这个深色的其实就是它的大动脉跟大静脉所在，而这个地方比较暗色的其实就是它的心脏，这边就是它的肝。所以如果它是成鱼的时候，母鱼所抱的卵你是历历可数，所以也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我们就得到了现在我们暂时把它命名叫做琉璃斑马鱼，这个就成为一个很 powerful 的一个工具。那用这个例子让大家知道说，百年前的实验跟它这些原则我们到现在还是一样在使用的。有没有任何问题？好，那继续下来。所以如果能够了解刚刚提到的这些 trait 跟 genetic information 的这个关联性，那我们就继续来看看说 Mendel 的这个 model 跟 hypothesis 是怎么样能够串联在一起来解释一些结果。所以孟德尔呢，为了要解释这个3:1的这种所谓的 inheritable pattern ratio， 那他就发想，就开始推导说四个重要的一个 concept， 也就是理论哈概念。那这些呢，通通都是跟我们今天所知道的 gene 跟 chromosome 有关系的。那我们一个一个来审视它。第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 allele。 那 allele 呢，就是说 alternative version of a gene， 同样的一个基因，那你就可能有两种。那就如同我们刚刚用这个斑马鱼的例子来讲，我控制肤色的基因，那这个变异型它就是白色，另外一个变异型就是黑色，就造成我有白质跟正常的这种不同。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allele 的意思。再来一次，它 stand for alternative version of a gene。 那么这一些 allele 呢，其实某些层次上已经暗示了它这些所谓的 gene 在 chromosome 上的位置，不过这在我们下一章会再更深入的探讨。所以现在要你们记住的就是 allele 这个名词代表的是 alternative version of a gene。 好，这个请你们就真的要记下来了。那第二个概念，不好意思跳到了。那如果了解的这个 allele 的意思的话，用这张图形来看的时候，如果以刚刚花色来讲，在某个 chromosome 上面它这个 gene 就是在同一个位置。那如果今天我们说这个pair 的 chromosome 里面的单一的 chromosome 的一个 unit 如果是一样或不一样的时候，有一个新的名词就出来了，一个叫做 homozygous 跟 heterozygous。 先知道这是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的是说在同一 pair 的 chromosome 上面，同一个 gene 它这个不同的变异型，也就是 allele， 它的这种所谓的差异性在哪个地方。那我们马上就会来跟着介绍所谓的 homozygous 跟 heterozygous 的意思。
好了，回到刚刚那四个重要的概念，第一个是 allele， 记得它是一个 alternative version 的 gene。那第二个概念呢，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 allele， 那是 each parent over one allele。所以你刚刚看到这个 chromosome pair， 那中间有两个不同的基因的 variant。那记得一个会是从爸爸来，一个会是从妈妈来。那 Garden P 里面就是刚刚从 Staden 跟 Couple 上面所得到的，所以概念很简单，就是 two allele， 然后 you get one from each parent。那么孟德很特别的哦，他在做这个 deduction， 他推理出这个所谓的 each parent got allele 的时候，是完全不知道有 chromosome 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时候你或许就可以试着挑战自己说，假设你今天看到这样子的状况，那你又不知道 chromosome 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来判定说这种所谓的白色的基因型跟这种紫色的一个基因型，你要怎么样来解释到底是如何从父或母那边所得到的。 But nevertheless， 这里也提到一些重要的概念，这两个 allele 就如同刚刚前一张图所秀出来，是在 chromosome 一个特定的位置，那这个就叫做 locus，如果是复数的话就叫做 loci， L-O-C-I。 那么这个 locus 指这个花色，这个特定的这个 gene 一定是要 identical 的。那第一个概念呢，这个两个 allele 呢，如果在一个 loci 是不一样的时候，它也是 OK 的，因为如果是不一样的时候，代表的是说我的这个 chromosome 跟另外一个 chromosome 虽然它是 pair 在一起，它本身可能有一些差异性。那什么例子可以来这样做呢？ X 根跟 Y chromosome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好，那么继续往下看第三个 concept。 刚刚已经知道了 F1 的 generation 通通都是 purple flower， 只有到 F2 的 generation 才有白的出来，所以紫色这个特征就一定是 dominant 的，然后白色就是 recessive。 所以这种 dominant 跟 recessive 的 allele 的概念，也是他在看到这个实验跟结果所导出来的第三个重要的一个概念跟 concept。 那第四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些所谓的重要的这些所谓的 character， heritable 的 character 一定是从刚刚提到说一个 allele 从一个 parent 来，而这个概念是说一个 heritable 的 character 一定是从一个 gamete 来。那这个 gamet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谓Sperm 或 eggs， 就是你的性细胞，不管你是精子是卵子，那这个名词统称就叫做 gamete。 好，再来一次， Sperm 跟 egg 就叫做 gamete。 那如果说是精子跟卵子以外的身体的细胞呢，那这个名词就叫做 somatic cell， 那英文的意思就是 of the body。 所以除了精子跟卵子以外的细胞，你身上所有找得到的all the cell type 我们就叫做 somatic cell。 那如果是 sperm 或 eggs 这些特殊的 gamete 能够把你的遗传物质传到下一代的，就是最后孟德所导出来的第四个概念， one heritable character found only in one gamete。 所以很快的再把这四个重要的概念再来讲一次，做了这个 Garden P 的实验，追踪白花跟紫花，导出了四个 concept， 一个 concept allele， 这代表的是说一个基因它有不同的这种所谓的变异型。那第二个，每一个附带，不管是你是父雄花或雌花，或是爸爸或妈妈，只会 offer 给你一个 allele。 那第三个概念，那这些 allele 呢，也就是它的这个 trait， 有的是 dominant， 有的是 recessive。 那这个地方是用 dominant allele 跟 recessive allele 来解释。那么当然所谓的紫色就是 dominant， 白色就是 recessive。 那最后就是每一个 gamete， 也就是精子或卵子里面，你找到一个 heritable 的一个 character。 那再来强调一次，这个是将近200年前孟德所提出的一些概念。有没有任何问题？好，那我们就继续下去哈。那么
在计算这些所谓的白色、紫色比例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比较 modern 的方式来做呢？有的。那么一个方式呢，就是在算这些可能的 combination 的，就利用一个简单的方式，叫做 Punnett square 来代替，或来表示。那直接秀这个图让大家看。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把刚刚提到的这些 appearance 或是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的 phenotype purple flower 跟 white flower 分别用所谓的大 P 大 P 或小 P 小 P 来代替。所以因为刚刚提到的 concept 里面，每一个 gamut 就 either 它是精子或卵子里面就会得到这个一个 allele， 就由紫色的这个大 P 跟血体的这个小 P 来代替。那么当你有 F1 generation 的时候，你的 gamut， 不好意思，你的 genetic makeup 就变成是一个大 P 跟小 P 的一个组合。那么你的 gamut 呢，就是随机来分布，它有一半的机会会是得到紫色的大 P， 一半的机会得到紫色的小 P。 然后把这个东西画起来，记得 sperm 也就是 stamen 跟 eggs 的 couple， 把它分别把这个二分之一二分之一的几率画在一起，你就可以看到你有四分之一的机会是大批大批的紫花，而一半的机会是大批小批的紫花，而四分之一的机会是小批小批的白花。那这个画的方式就叫做 Punnett square。 那当然如果今天你这个变异期更大，你就可以由四格变成三乘三九宫格，或四乘四十六个，就越变越复杂。好，再来我们继续看。好，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也先强调说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 homozygous 跟 heterozygous。 所以在描述这些所谓的 allele 同与异的这种过程之中，如果有一个 organism 一个个体，它有两个完全一模一样的 allele 的时候，那我们就说它是 homozygous for gene controlling that character。 那如果是不一样的话，就是 heterozygous。 那么 unlike homozygous， 那 heterozygous are not true breeding， 换句话说它就已经是杂种了，而不是所谓的纯种。好，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再练习一下发音，来让你们不会睡得这么沉。好， homozygous， heterozygous。好，所以记下来，一个代表 homo 就是单一的，好，它就是两个 allele 都是 identical。 那如果是不同的 hetero， 那当然就是different。 那再来另外一个名词，就是我们刚刚已经有提到但是还没有正式解释的，就是叫做 phenotype 跟 genotype。 那么就是因为有这些特别的，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所谓的 dominant 跟 recessive 的这些 allele，那如果说你在要表示这些 organism 的 phenotype， 也就是它的 physical appearance 的时候，我们用 phenotype 才能跟 genotype， 也就是它 genetic MR 作为一个有效的一个区分。所以再来一次，如果你是看比较外表，就是 physical， 你这种颜色高矮胖瘦的时候，我们就叫做 phenotype。 可是如果我今天是在看它 gene 的 makeup， 就是这个allele 这些 gene 的 sequence 的差异性的时候，我们叫做 genotype。 那么在中文有人就把它叫做基因型或是表现型。我再讲一次让你可以写，有人就把所谓的 genotype 叫做基因型，那 phenotype 叫做表现型，那这样子就自己可以解释自己了。所以在刚刚这个做的这种所谓的example 里面，那么大 P 小 P 跟大 P 大 P 大 P 跟大 P 小 P 的，就暗示了它有同样的 phenotype， 也就是 purple 的花色。那如果是它的 genotype 来讲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例子就告诉你说，就算我有不同的 genotype， 我也有可能同样的 phenotype。 那为什么呢？就是刚刚已经提到的有关于 dominant 跟 recessive 这种 allele 的一个关系。好，所以综合了刚刚我们做过的实验，所以刚刚我们知道说，孟德尔从做他的四个这个实验里面提出了四个重要的 concept。 那我们也学习了一些字，包含了 homozygous、 heterozygous、 phenotype 跟 genotype。 记住的这些你们就已经是完成了最基本的一个 genetics 基因学家所遗传学家所必要的这些智慧了。
好，那这个地方我就先暂时先停一下，有没有任何问题？没有哈，哇，好，好，再来继续往下讲。刚刚提到的这种所谓的 crossing， 那么在专业的名词上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叫做 task cross， 那我在这里把它翻成叫做市郊。那么这里面挑战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们只能看得到所谓的 phenotype， 就是它的表现型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借由这些所谓的表现型的差异来推演出它的 genotype， 也就是它的基因型呢？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慎选你所研究的这些 trait。 换句话说，你在挑的时候，你一定要很清楚的挑到说我有所谓的 dominant allele跟所谓的 recessive allele 能够扮演这个刚刚提到影响这个 phenotype 的一个角色。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所挑的状况就要有所谓的 homozygous 跟 heterozygous。 那知道了这个样子之后，记得这个都是 assumption 呢，那我就进行真正的实验，就是 test group。 换句话说，我就把一个我不知道它基因型是什么的这个所谓的 parental generation， 我就把它让他去交配，就是 test crop， 然后他看最后所产出来子代的这些性状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如果有任何的 offspring， 就是他的子代能够有 display 所谓的 recessive 的 phenotype， 如同刚刚讲的这个所谓的白花，那我就能够确定说你这个 parental 一定是有大 P 跟小 P 同时存在，因为唯有大 P 跟小 P 同时存在，我的 gamete 分道才有可能分配到最后的一个所谓的小 p 小 p 的 genotype。 所以这个其实都是回应你们以前高中所学过一些比较中文式的一个描述。所以再来一次，用图形来验证刚刚我们讲的东西。假设你有一个子花，你不知道它的 genotype， 它到底是大 p 大 p 大 p 小 p 还是小 p 小 p 呢？我就让它去 cross， 那我的做法可以让它跟一个 reset 的 phenotype cross。换句话说，我一开始不知道是不是大 P 大 P 或大 P 小 P， 可是我已经确定这个 recessive 的白花是小 P 小 P， 所以如果今天出来的有白花，那我就知道它的这个所谓的 genotype 一定是大 P 是小 P， 那如果通通都是子，当然就是大 P 大 P。 这种 test crop 看到子代的这种所谓的 genotype 回推为 parental 的这种所谓的genotype 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如果我把这个技术用在我刚刚在繁殖我的这个鱼的上面的话，那我才知道说我当初啊，我把它回到我刚刚那张图上去哈。因为我们在交配这只鱼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说啊，原来我在记录上我第一缸鱼里面的这一只鱼跟第二缸鱼的这一只鱼交配的时候，它在里面是这几种性状里面的哪一种，那我才能够挑出我真的要把同样的白色素讲错了，黑色素跟红光色素通通都要把它去掉，才能够得到我完全透明的这些琉璃斑嘛。所以这个就要让我去追踪刚刚所谓的 genotype， 那用的方式一模一样，也是用 test cross 的一个方式。好，所以讲到 test cross 这个地方来，那 result 就是根据后面的这个 F generation 来判别说它到底原来的 parental 的一个 genotype 是什么。好，那到此为止呢，我们 law of segregation 就已经是告一段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看一个所谓的 law of independent assortment， 那这个概念呢就会引导入真的是 chromosome 的这种所谓的知识上来。回到我们原始的实验，孟德知道说他 derive the law of segregation by following a single 的一个 character 哦。假设我们今天所用的这个 F1 的 offspring 在这一个所谓的 crossing， 就是这个交配的过程中所产出来的是所谓的 monohybrid， 那这个就代表说这所有的 individual 通通都是 heterozygous of one character，也就是刚刚大 P 小 P 的这个意思。那假设呢，这种所谓的 cross between such hybridizer， 我们就说这个叫做 monohybrid 的一个 cross。 好，这个概念其实都是
蛮简单的，只是你要把它换成英文。那么有这样子的状况时候，我们就可以改变实验条件。那怎么做呢？那孟德尔呢就做了另外一个实验，就是说啊，我刚刚只是追踪一个 character 嘛，对不对？就是花的颜色。那我能不能同时追踪这两个颜色呢？也就是说，假设我今天说用豆荚，我刚刚有黄色跟绿色，然后花是白色跟紫色，我把这两个混在一起，那你就能够做所谓的 dihybrid。 那 dihybrid 的 F1 generation 之间如果做 crossing 的话，就是所谓 dihybrid cross。 所以差别其实就是原来我只是追踪一个 single 的 character 大 P 或小 P， 可是现在我加入了第二个 character， 那这个就叫做所谓的 dihybrid。 好，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它第二个就是用豆子的它的所谓的 seed 的一个 shape 是黄色然后圆滚滚还是绿色皱褶。那刚刚已经提到了这种颜色就是一个 character， 那这个所谓的圆还是皱褶就是另外一个 character。 所以分别就有所谓的 R 大 Y 大 Y 跟小 Y 小 Y 小 R 小 R。 那同一个概念跟我们刚刚提到四个概念之一是一模一样的，每一个 gamete 就是精子或卵子只能得到一个 allele， 就是either你得到大 Y 或是大 R 或是小 Y 或小 R。 那这样子的一个 dihybrid cross， 你就有大 Y 小 Y 大 R 小 R 的一个所谓的 dihybrid 的一个 crossing。 而从这个过程中你再用 F1 的 generation 画刚刚的 Punnett square， 那一样的道理。所以原来的3:1，那这个时候就会变成9:3:3:1。那为什么呢？我就不细说，因为这个其实是非常的 self-explanatory。 这样子的排列组合就一定只有大 Y 大 R 大 Y 小 R 小 Y 大 R 跟小 Y 小 R， 那这边也是亦然。所以这样 cross 起来之后你去算，那记得哦，大的这个 capital 就是所谓的 dominant 的一个 allele， 那小的 capital 这个小写的就是它的 recessive 的一个 trait，那算出来就是所谓的9:3:3:1。好，那么 result 就是刚刚我已经解释过了，它一个一个的去数它，好，所以看到这些数字，而整个计算出来的 ratio 就是 9:3:3:1。 那用这样子的方式，它就可以再对所谓的基因的这种遗传的这种所谓的原则跟概念再做更深一步的了解。而我们再回到刚刚第二个 low or intermediate 的一个 assortment， 所以用了这个刚刚提到的 dihybrid cross， 就是追踪两个 character at the same time， 那孟德尔呢就研发出所谓的 low or intermediate 的一个 assortment。 那么一些重要的概念就在这边说出来哈。 each pair of allele segregate independently， 就是说我的大 Y 小 Y 大 R 跟小 I决定哪一个要到哪一个精子或卵子是独立去随机分布的，也就是说大 Y 不会跟大 R 在一起，大 Y 也不一定跟小 R 在一起，而是随机的分布。那这个意思就是所谓的 independent assortment 的意思。不过也有例外，因为 strictly speaking 这个 law 只有 apply only gene on different 跟 non-homologous 的一个 chromosome。那有的时候你如果挑到了这些 character 它在同一个 chromosome 上，而且它的位置非常非常接近的时候，哦，那个大 Y 跟大 R 或大 Y 跟小 R 的分布可能就有一些连结的关系，那个在我们下一次的就会提到，这个可能就是所谓的 genetic linkage 的一个差异性。好，那么刚刚已经提到说这个是一个 independent assortment， 就是说我把我附带的这个基因型要分配给我子代，既有精子跟卵子这种分配方式是随机的，那当然就有所谓的 probability 几率上的一些概念跟理论。那这个概念也非常的简单，它就是 the rule of tossing coin。 所以这个地方在进入真正的实验之前，我们再讲两个名词，叫做 multiplication 跟 addition 的一个 rule。然后再来我们耐着性子的看好 the multiplication 的 rule， 就告诉你说任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independent event， 就是到底要决定是大 Y 大 R 那大 Y 小 Y 大 R 小这个几例呢，它是 occur together in the product of the individual probability。
我们先看这个英文就好，因为等一下用图就很容易解释。而这个 partly in any one 的这个 F1 的 monohybrid 是用这个所谓的 multiplication rule 来决定的。最后呢 segregation 呢就是分开的方式，就是用所谓 free penny coin 的概念，每一个 gamete 记得这个字代表所谓的精子跟卵子，有二分之一的机会来挑到刚刚提到的 dominant allele 或是 recessive 的 allele。 那相对的用这样子的方式就做了这个实验。所以大 R 小 R 大 R 小 R， 一方面我们是决定说它要怎么样分配到 X 里面，另一方面我们决定它要进入到 span 里面。所以在 span 里面二分之一会是 R 大 R， 二分之一会小 R， 那在卵子里面大 R 小 R 是一模一样，然后把这个东西乘在一起，然后又加成，就是刚刚提到的 multiplication 跟 addition 的一个 rule。 所以得到的就是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四分之一，但是加成之后因为 dominant 会 subdue 我们刚刚提到的 recessive 而有 addition 的这个组出来。所以在这个地方所有的这种 probability that any one of the two or more exclusive event 会 occur 是 calculated by adding together the individual probability。 所以二分之一二分之一就变四分之一，这个概念就是这样子，只是换成英文说。所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我们就能够算出说，如果说我们刚刚追踪两个不同的这种 character， 那所有出来的这种所谓的 phenotype 它的比例应该是多少，也就是如何得到刚刚提到的9比3比3比1，就是这个所谓的 probability F2 will be heterozygous rather than homozygous。 好，那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当然就可以被用来解决更复杂的所谓的基因的这个问题。那么一样的这个地方就提到说，一个 dihybrid 或 other multi-character cross 就像是一个 two 或 more 的 independent monohybrid 的 cross， 只是把刚刚原来只是单一的 character 的方式把它 multiply 跟 add 在一起。那这些 calculate 这些所谓的 variant genotype 的时候记得哦，他们是单独的被考虑而不会连接在一起。那这个概念其实用这样子的方式看会比较容易了解。好，可以吗？好，那么继续往下看，这个就是数学，把刚刚我们讲的东西整个换成数学式来算。所以这个时候它追踪的就是三个 character P Y 跟 R。那这里面就提到说有四分之一的几率，你可以看到是小 p 小 p， 二分之一是小 y 小 y， 二分之一是大 r 小 r， 然后整个四分之一乘二分之一乘二分就是六分之一。那与此类推，这样子的一个 genotype 是六分之一，这样子的 genotype 是六分之二，这样是十六分之四分之一，而整个加起来就是六分之十六，十六分之六或者换成是八分之三。好，那我这个地方就让还醒的同学讲一下，期中考期末考的时候会考这样子的算式题，好，所以你们现在赶快记一下，好了吗？好，那我们先暂时休息大概五分钟，五分钟后我们再继续。